小宝宝，有位粉丝啊找我 PK 这个地铁跑酷，我还是第一次跟粉丝啊 PK 地铁跑酷啊。我们说了谁赢了就能开奥特曼卡宾，我们现在就进去。是谁呀、啊？这个张国伟。三人跑道。嗯。哇，他这皮肤怎么这么好呢？迪迦。啊？迪迦杰克。迪迦杰克。嗯。啊。没声音了。看一下谁厉害一点啊！他速度好快啊！现在点，他使用的火箭，耶，不见踪影了吗？我比他快，是你比他快是吧？嗯。他在后面吗？嗯。哦，你用的火箭对吧？这不是火箭，这是加速器。完了，他使用这个了。这不是。他使用药丸是吧？哎呀，完了，晕了。呀，那没看到他人啊，他跟你差后面差多多远？十七米，十七米是吧？这流血速啊、哦！看一下，哎呀，他又跟你他又使用那个道具了对吧？加速，你有加速器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完了。没有，他40多米呢，追不上我。啊！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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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能要，那你可能要胜利了，那你可能要胜利了，那可能要胜利了，是不是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？嗯。啊！现在差多少米啊？有显示吗？二十三。啊！他好像追上来了。追上来了，他又使用道具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不讲武德的。好了，马上要追上来了。我马上要赢了，他有40多米，追不上来。有40多米啊！马上结束了，马上结束了。加油！哎呀！我赢了。这里咋没有一个金币啊？嘿嘿嘿，我赢了。胜利了，第一名。哦耶！小佳同学第一名，哎，那小佳同学，嗯，你赢了，你要开什么卡片呢？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肯定是天才。我不做。你要啥？那我给你选一个，好吧？嗯。要么选个荣耀，要么选个竞技，随便你。竞技啊，那就这一回吧，好不好？可以选五包。他五包。五包够了，好吧？开猜，来，能不能出？西亚卡，来一张西亚卡，这很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哎呀，这什么卡？这什么卡？这还有一张 SSR。哦哟，可以，来，还有吗？就这张。来，没有。不是。好，来，正面，没有，好，最后一包。最后两包。还有两包？不是五包吗？就是五啊。啊？二十几啊，不稀有，来最后一包了，来看一下这个啥，SSR，没有了，哎呀，